佢見到我全裸，佢見到我全裸，大家話好靚女喎。我媽係接受唔到，因為比較係生喺人哋度。唔想再試嘅嘢先再算，體力透支之後就頸落地。呢兩位係我嘅前輩啦，完全唔係妹妹啦。佢哋係首次合作，第一次做扮女仔啦，咁所以你講得出嘅所有女性嘅表面睇嘅特徵我都做齊曬咁滯㗎，咁就好係攰嘅呢個過程，因為每一次要拍一啲扮女仔嘅場口之前咧，嗰個 get ready 嘅時間係講兩個鐘。係，咁你以前有冇試過即係喬裝啊咁樣嘅經驗咧？你呢套戲有冇使唔使喬裝啊？即係使唔使著啲女仔衫咁樣？絕對，總之你諗到係女仔嘅嘢就我都有擺上身。咁你以前有冇試過？冇試過，呢個我人生第一次將女仔服裝嘅 items 擺喺身上，係啊，我記得第一次試完衫之後，我都有 send 相俾我媽睇，我媽係接受唔到嘅，接受唔到。即係講真，其實我著上身，我望住塊鏡我都覺得好笑嘅，因為一個男仔樣，但係戴曬假髮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無論係我啦，定係其實監製 Charlie 佢都想今次呢部戲，其實大家入戲院睇係想好笑啦，都係開心啦、歡樂啦，所以我都唔介意為咗大家開心而做盡啲都冇所謂。OK， 咁你覺得自己扮女仔靚唔靚咧？見仁見智喎呢啲。你自己覺得咧？我自己覺得唔靚，大家話好靚女喎。咁即係周圍啲人都讚我好靚。大家都話好靚女咯。咁你今次咧第一次做男主角啊，就去到咁盡啦，即係男扮女裝都肯做啊。咁你會唔會即係拍戲嗰方面，你會唔會有底線嘅咧？即係譬如會唔會再勁啲嘅角色，你都會要嘗試一下？如果你講個角色嘅話，其實我咩角色都嘗試，因為我冇話特登究竟揀一個角色我先想做，嗰個角色先想做，其實冇乜所謂，因為其實每個角色都係一個新嘅學習嘅機會嚟嘅，咁、okay. 所以我又唔會特登揀角色。咁如果你話底線嘅話，其實我又冇乜底線，冇乜底線。其實只要合乎情理，對劇情有推進，又真係係啊，又真係有效果嘅咁。如果要做嘅都要做的，係嘛？好似色戒梁朝偉咁，要全裸情慾戲咁樣得唔得？如果有色戒，有嘅時候先諗啦。有嘅時候先諗。以我而家依個新人嘅狀態都冇得諗呢啲，都未到我啦，係咪先？唔係，或者會有咁嘅機會咧。咁啊，到時要問花姐啦。到時要問花姐，因為我肯都唔代表花姐。咁如果好似春光乍泄咁，要兩個男仔有情戲咁樣床戲咁樣得唔得咧？繼續都係問花姐啦。咁啊 ，Lina 咧？我就有一場咧，係所有人都未睇過，只有我睇過嘅啫。直接講啦。佢見到我全，佢見到我全裸。可唔可以講㗎？邊個沖涼啊？陳頭會鬧我㗎嘛？唔會，講啦。佢見到我全裸啦就。見到你全裸沖涼。O K。但係鏡頭係冇嘅。鏡頭係冇嘅，鏡頭係冇嘅，但係你鏡頭後就見到佢。啊！鏡頭後佢喺度操啊，即係佢操 fit 自己。哇！咁好睇啊！啲背肌啊，啲胸肌啊，腎肌啊。你第一次拍完戲之後嘅感覺？中意拍戲啊！你中意拍戲？咁你會唔會都好似阿 Anson 咁樣，咩角色都想試下？咩角色都想試？係咪啊？試到有自己唔想再試嘅嘢先再算。係咪啊？因為而家真係零啊嘛。咁如果有啲親密戲嗰啲，你都會唔介意？唔介意。唔介意。想問準下男朋友咁樣。唔使啦，使唔使問花姐啊？要問花姐啊？又要問花姐？兜咗圈。要問花姐。會講聲嘅，點都。係啊。O K， 但係佢都好實況嚟嘅。佢都好明嘅，係啊，佢好實況。你係咪整親條頸啊？係啊，嗰一次就係我哋因為排，我哋拍得都幾密嘅，咁拍。同埋嗰陣時咁啱三部電影輪住一齊拍啦，咁就喺我哋拍攝其中一日嘅放假，我哋就去咗排練個動作。咁因為其實真係我自己硬頸點都要去，咁就體力透支之後就頸落地，就希望大家唔好嚇親。咁你係成個 Mira 裏邊第一個做男主角，咁你會唔會即係覺得？即係跑贏咗其他隊友啦，唔會喎，因為其實大家
大家接觸的機會其實都好相似，即係其實大家同期都有出歌啊、拍電影啊、拍劇啊，其實大家全部嘅 project 都共同一齊。咁你成隊人啦、啊，即係12個，咁會有啲人多嘢做，有啲人少嘢做啦。即係你會唔會怕即係會俾人攞嚟比較咁樣？即係你而家又做咗男主角，已經咁快嘅。其實我覺得去到其實不是只是呢一行，其實就算以前中學的時候你都會比較啦，你都會比較啊邊個成績叻啲，邊個做功課快啲，因為比較是生在人哋度，所以我冇得控制，或者我哋都冇得控制究竟有冇人比較。但係我哋知道我哋其實12個人都是想大家有唔同的作品和 profile， 其實最後尾得益的都是我哋12個一個 brand mirror，所以我哋成員之間又不會諗太多。呢套劇係講你打擊一啲犯罪集團，係啦，犯罪集團咁樣啲團體啊，影響到啲青少年啊。咁你身為男團嘅成員啦，咁你覺得即係啲選秀節目有幾影響到啲青少年發展咧？其實選秀節目咧係一個好，我自己覺得啊，其實即係呢些全民造星咁樣都係個選秀節目，其實係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因為不是鼓勵大家去做明星，不是鼓勵大家純粹去追一個入娛樂圈的夢想，其實是跟大家說你夠膽，你有膽量，你就做到很多事都你究竟成不成功呢？成功的定義每人都不同，但起碼你踏出了第一步，我們就是很想讓人知道我們有很多人都願意踏出這一步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入娛樂圈的，可能純粹可能 你想做什麼職業也好什麼都好，是給了很多勇氣給人家。 OK。